你就是那个历尽千辛万苦要斩首我的神枪手，四连狙击手何晨光。是，首长。你现在的这个军衔很适合你。谢谢首长。你的这把枪为什么弹道偏左？报告，是个人习惯，首长。 详细解释一下。在战场上，如果我牺牲了，我不希望这把枪被敌人捡起来直接可以使用。如果设置归零完全正确，很可能会出现这种危险。可是你是狙击手啊，用一把没有校对准确的枪，你能够完成狙杀任务吗？报告，首长，这把枪经过和我的磨合，完全可以胜任狙杀任务。来，打打看。 陈光，对不起，不是你的错，红衣包的面子我给找回来。加油！200米人质。 我没有看错你，枪王，这是真正的枪王。好啊，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，有点意思。虽然今天我只看了他一个人的射击表演，但是我已经感受到。 你们这个集体超强的战斗力，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，不错。